园在黄州二庄188元美味的走茶自助，看看有没有。哎，流汁呢？传统中透露着一点小精致，有种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即视感。鸡翅好胖，我好喜欢。你好，嗯，怎么样？很好吃的。来杭州出差了。这里是辣辣友，今天想去吃一下这个酒店的鱼野式早茶自助，正好是周末，它是188一位，平时的话160吧。大概9月份来杭州的时候来这边吃过他们家，结果我把主机的素材给弄丢了，而且那期视频其实蛮有趣的，穿着汉服拍的。这一次来想着还可以再吃一次。周末的话是10点半开餐，现在11:08，而且是不能预约的，如果人多就要在那排队。您好，月食任吃在哪？就在这。好，给我安排在一个角落里吧。好嘞。好巧，真的好开心，觉得开心。光盘行动，拒绝浪费。精致前菜：红烧乳鸽、豉油鸡、神州小西红柿、招牌虾饺2个、烧麦黄、野菌贡菜饺、牛仔骨、蒸排骨、蒸凤爪、肚皮春卷、鲜虾红米肠、咸水饺、炸云吞、酥皮蛋挞、香茅鲜虾卷、芥末虾球、鸡中翅、日式盐烧豆腐、老爽肉、烧鸭、炸臭豆腐、熏鱼、炸鲜奶、杨枝甘露、椰汁香味西米露，这个好像很好喝。先来这么一些吧。点好了，谢谢。他们茶位费是8元一位，还合适哈。清个肠胃，发现我每一次到某一个城市的酒店吃粤式早茶自助，都会遇上你们。哦，好，我吃水煮。嗯，乳鸽上了3道肉。好，先吃乳鸽吧。哎，流汁呢？轻轻扯开腿，那里会有一些油水浮现。应该是鲜乳后烤，那里乳鸽的肉也很入味。嗯。哦，好，要不你挂我账上吧，2307。我吃了之后就不想拿手机。趁热吃，不然凉掉它可能会有鸽的本味儿。这边要不先暂缓一下吧，谢谢。他们上菜可快，而且都是明档厨房，趁热吃。开汤口，一咬开它软脆的外皮，内里是那种像豆腐丁，内心还有点滚烫。就是没啥盐味，椒盐可以适当的多一些，像云南的爆浆小豆腐，可以吃到清新淡雅的豆香味儿。芥末虾球，好嘞，这一桌菜压力给到我了。这一家传统中透露着一点小精致。蛋黄酱放的太多了，融合着轻微的芥末，微微刺鼻，还有鱼子呢。炸云吞，刚刚芥末的鱼味反应过来了，直冲头顶。炸云吞好吃呀，褶皱处炸的通体酥脆。虾仁馅的，内馅清淡鲜美。辣炒爽肉一定要趁热吃，紧致弹口，猪颈的原香辣椒的味道覆盖住了。虎皮杭椒，有一点蒜香味和甜椒的鲜辣，鲜甜，甜椒没有辣。好米肠，色泽不咋好看，没有给我酱油，只给了花生酱，一般了。也不是不好吃，它有点像快餐版的红米肠。早上。烧麦和蒸排骨三足鼎立，香菇味浓，还有一个虾仁的，有种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即视感，可吃。好大口，滑口，淡雅的蒜香正在突出排骨本身的鲜香。2龙虾饺。
鼻子稍稍有一点小黄。姐姐你好，怎么样？挺好吃的，上次来吃过，是吧？自家的旅途有什么意见都不能。好嘞，都挺好的，所以才来第二次。没开始啊？好，去就可以跟我们。行的。好，谢谢。那里的虾仁馅料蛮多的，虾饺可能是手工包的，所以偶尔会有的皮子薄，有的皮子厚一些。内馅流质，虾仁的质量很好。薄薄腐皮卷，挂了粘稠的汁，感觉吃不到内馅，吃的是它厚实的腐皮，饱满浓香的口感。因为杭州的臭豆腐也很有名，蘸一下辣酱。突然想到一次，臭气熏天，但爱吃臭豆腐的人被这种臭香的味道欲罢不能，够味。皮子的胶质感比较强一些，贡菜和各种菇的结合，淡淡的酱香味，很好吃。牛仔骨肉块大，因为炖上来的有点久了，表皮稍许有点风干，没有影响它口感，柔嫩，黑椒更浓。吃到了一口牛油，建议所有牛仔骨店员稍许带点肥油。好，之前水水就好，谢谢。小爪爪排排放。南乳混了甜辣酱，甜咸口，家常的好吃。香芒鲜虾卷，外皮有点像放在红米肠里边的脆米，甜口的，一定趁热吃，酥香脆。内馅虾仁是带一点湿度的，浓稠的芒果汁挂在上面，果香没有那么明显，主要是甜，油脂皮嫩肉滑的，这酱油有点咸，给我的是一整只腿子，就爱吃大腿。有啊有啊，你下来吧。咸水饺，喜欢糯米被炸的有气泡感。内馅有点沙茶酱的风味，外皮脆内黏糯，对咸水饺没有办法抗拒。然后吃甘露，比较稀稀垮垮，很像糖水。金米露印象中它很好喝，椰奶和芋泥的融合，放了一些西米，冰冰凉凉的，均匀。彻底凉凉，有点干好，酱汁糖醋好，甜大于酸。鸡翅好胖，我好喜欢。一咬开，炖的浓香，鸡肉又很嫩，飘带着汁水。这一道我建议列成他们家明星单品。今天这素材要额外小心，可不能丢了。一般拍摄完了，我都会把它导进电脑里，说我觉得我传过了，手贱把它删掉了。外壳炸的也有一定的脆度，小番茄，一口爆汁。清新淡雅的梅香味，解腻又解渴。烧鸭也是腿，咸卤味不出彩，
没有酸梅酱。蛋挞和炸牛腩。缺少黄油蛋奶的香味，酥皮和内心的口感还不错。像芝麻煎堆，外皮脆，芝麻浓香，内里牛奶的绵软，有点熬夜。我再看一眼吧。主厨都会来问吃的咋样，不仅仅是看我拍问我，要个榴莲酥和白芝麻布丁吧。好，谢谢。要问每一个客人的意见，准备优化菜单。榴莲酥都选在屁股上装芝麻。内里香甜绵软的榴莲馅。哦，好，谢谢。黄黄。白芝麻布丁也好吃，香滑，芝麻味浓。大部分的菜品会让你吃的比较舒服，不足以达到惊艳的程度。总的来说，这一家我觉得住在这里的客人可以来吃一下，但如果是10公里、20公里特意跑过来，因为长时间的路程和时间的等待，可能会拔高你对它的期待，所以看你们。好了，那今天的粤式早茶就吃到这里，喜欢的话别忘了点赞、评论和收藏哦，拜拜，大家拜拜。